来，正好，来，你好，来来来，看一看，老板来吃碗面吧。好嘞，谢谢你，看看，好久不见，熊同学的面，好，来，好，来看一看啊，好，来，买点东西吧，便宜的，要吗？就这儿啊。 哎呀，山哥，你看看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你为什么专门找苦吃呢？而且还被人家当成怪物一样看啊！你不当自己是怪物就不是了。收拾吧！快走吧！来了！快跑吧！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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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们不用怕他们，不用怕他们，对，不用怕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快来，跟上他们！ 夕阳表，会不会看呢？那现在是11点钟，一个钟头以后，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任何人。现在收拾东西回家吧。说走就走啊？你们斧头帮有什么了不起的？连我都走，我们住哪儿去啊？啊，能到哪儿去？啊，能到哪儿？ 三哥，那些村民被人打了，满地都是血。别管闲事了，我们是医生，怎么能不管呢？应该救他们啊！啊！嗯！拦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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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喂！哎呀！嘿！杀光，然后霸占我们的家，就是他。你看，你把他们打得浑身上下都是血啊，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哎，于老秦，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可别想走啊。你说你要我怎么回答你？我要走你能拦得住我吗？我说说你那别动，走吧。好，走了走了走了，走回去吧。啊，走走走，哼，走。哎呦，哎，好了好了，哭什么呀？快点快点快点！哎，进去进去进去啊！来，不要急，一个跟着一个的走啊！别急别急。爸爸，哎，没事没事，我头发了，快要太伤心，治好你爸爸的，你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没事，来来来啊！好，小朋友，你不用怕，我帮你爸爸动手术，很快就会没事了，当心。好，您到这儿来。什么叫动手术？来，坐下吧。我也不知道。好，阿邦，嗯，准备动手术。嗯，慢点。哎呀，这
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手术啊？哎，听说是疼肚子。就是啊，啥呀？我也不清楚。手术就是疼肚子，这怎么样？哎呀，怎么办？够吓人的。华叔啊，这可怎么办呢？疼肚子要死人的呀！哎，是啊，说实话呀，手术不能。西洋大炮厉害，这每个人都知道。西洋医术靠不靠得住？这我也不敢说呀。你们都静一静好不好？那不能疼的。哎呀，你先坐下，你们先坐下，坐下，你们静一静，不要吵，不要吵，静一静。这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嘛，你们静一点好不好？唐医生要做手术，你们这么吵，他怎么做呢？你的伤口已经缝好了，你现在没事了，你们可以进来看他了。啊，没事了啊，进去。对吧？啊，我都说没事嘛。爸爸，你没事了啊？啊，小朋友，小朋友，你要相信我们。你看，你爸爸没事了吧？对不对？别着急，慢慢吃嘛。哦。吃上了啊，郑探长，来坐。哎，我说呀，不要叫我探长探长的啊，你们太客气了，这里的人个个都叫我华叔。华叔，找我有什么事啊？哦，我是特意登门来致谢的。你隔壁邻居说呀，你出来吃饭来了。依我说呢，这今天要不是你在的话，这事情就搞大了。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你。不要客气嘛，这是我应该的啊。我说呀，从来就没有一个西医会到我们这儿来行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掏不起医药费。没想到你会来这里开诊所呀。你也这么说？你不说肚子饿了吗？话说啊，既然这里有人需要帮忙，又没有医生肯帮，那么我留下来是应该的嘛。啊，对。话说啊，我也是穷苦出身，从小就和我父亲相依为命，就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医生为我们看病，后来他老人家就死了。所以你就当了医生？做医生是对的呀，救人是快乐之本嘛。说得对呀，你们肯留下，我替全村的人谢谢你们了。你看啊，你又客气了。是应该谢的。小家伙，这么小应该偷东西啊，胆子不小。没有偷东西。发生什么事了？小家伙，没有，老实点。你还保管，放开他，放开。这样吧，你冤枉好人，我没有偷东西。小朋友，我没有。你是找我吗？我是来感谢唐医生救了我爸爸的命。哎，不要客气嘛，我们是医生，就是应该救人的嘛。啊，别哭了。方哥哥，求求你，你收我做徒弟吧，我要跟你学功夫，学救人。你连斧头帮都能打倒，你好厉害哟。你说我求求你了，方哥哥，你教我功夫吧，教我吧，方哥哥。小朋友，你要先吃饱肚子才能练功夫。你现在看看你自己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啊。来，坐下先吃饭吧。老板，来碗面条。哎，对，来坐下吧，过来。哎，对，来来来，咱们也着急，别着急，好，别烫着。哎，老板呢？慢点吃。再来两个小菜。对，再来两个菜。从来就没有人敢挡我于老七，他们是什么人？听说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医生，叫唐山，他身边那个助手叫刘国邦。我不管他唐山还是泰山，只要他挡我们虎头帮的道，坏我们的好事，他就完蛋。七哥，我召集兄弟找他算账。哼，你别再吹牛了，你连他身边那个小家伙你都对付不了，你以为算账那么容易？七哥，眼看着到手的肥肉能让人家给拿去吧。七哥，那肥肉我们不拿，我倒要看看谁敢把它拿走，你们说对不对？你们先下去。
于大哥，小倩，你们去散步了？是啊，我带小倩出去走走。麻烦你了。今天天气挺好的。哎，你也累了，还是先上去休息休息吧。今晚我要拜狐仙，为小倩祈福。于大哥，你又要拜狐仙了？没错，狐仙会保佑小倩的病的。其实我觉得小倩的病能治好的，为什么不找西医试试呢？哼，西医，他们只会骗钱。不是每个西医都是这样的。你不知道，那天要不是狐仙的保佑，小倩绝不可能活到今天，你说对不对？我真不明白，你信神信鬼却不信科学。你要记住，狐仙很快就能医好小倩的病的。来，你跟着我，我们去。来吧。手放好，腿分开，要用力气。小蟋蟀，你要好好的学功夫啊，一定要努力，要吃苦，不能偷懒。我可不轻易收人家做徒弟，知不知道？我每天都来，你却只教我扎马，一点功夫都不教我，算什么师傅？哎呀，你还敢跟我顶嘴？你是不是让我打你的屁股啊？来，给。大嫂啊，这些药让你的丈夫每天吃三次。哎，谢谢了啊。不客气。蟋蟀啊，乖点啊，学好了就回家。好，妈妈。我走了啊。好。哎，小蟋蟀啊，要学功夫，不要欺负邦哥哟。学功夫一定要专心。你呀，这儿的地权是谁的？听说是一个洋人的。那么斧头帮为什么来抢？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是吗？就是不讲道理的。听说他们要赶走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大赌场。真不像话。是呀。那么你们应该去找洋人，去跟洋人交涉吗？可是我们一点外文都不懂啊，怎么跟他交涉呢？对了，唐医生，听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你能不能替我们交涉呢？那个外国人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来着？对了，叫雷蒙。对，听说他在那医院里，还是个院长呢。唐医生，你帮帮我们好吗？你看街上这么热闹。哎，对了，我想买一个发夹，等买完了我再跟你一块儿去吃西餐，好吗？It's broken. I don't want this. The car is broken. 啊？哎呦，弄坏了梳子。That's my fault. It's not my fault. It's broken. 哎呦呦呦！你们弄坏了我的梳子，得赔才行啊！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car is broken. 哎，走，你给弄坏了吗？ It's a broken car. 哎呦，发生什么事了？弄坏了我的梳子，他们不赔啊！你说这种情况，你讲英语我一句也听不懂。老板，老板，这样吧，这把梳子我买下了，反正我也要买梳子，好吗？没问题，我买下这把梳子不就没事了？好，你还要做生意吗？啊，好了，算了，这把梳子我买了。Thank you. Boss, Mr. Yu is coming. Yes, we know. Thank you. Yes, yes. Hello? 你好 ，Have a drink first, OK? 你好，来，医生。好久不见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慢慢说，不要紧。我这次找你是想谈谈关于。关于扎北的事，我不是说我不会管，你有本事你抢回那块地来，杜泉就是你的。唐山来了。嗨。Hello, Doctor. Hello,
Tong San, let me introduce Lao Qi to you. Lao Qi is my best student. Ah, we meet each other. 你跟你的朋友先聊聊吧。Daughter, we really part for a long time. 这个，那小子也认识那老外。Doctor. Yeah. Well, what a surprise. Now we meet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o be a doctor in charge in my yes. hospital? Of course, you are my student most helpful to me. Yes, helpful. Dr. Lemon, my clinic in Jabe is just open. The land on Italy is yours. The villagers would be rentable if it had been robbed by the gang. So I want to follow it. Now, what do you think?唐山，他已经答应到我的医院当医生了，以后大家就是自己人。于老七，你跟你兄弟以后不要再去骚扰那些村民，那块地我另有用途。好，再见。七哥，我们赌场怎么办呢？再想办法。Mr. Lemon. So you may work contently in my hospital. Thank you. Okay. Ah. 阿龙呢？七哥。嗯。我不是叫你们等我吗？这，阿龙他。到底发生什么了？他说他要到村子里面去报仇，我们叫也叫不住他。干什么？看病。好了，阿伯，就这样吧。你，好，阿伯，再见。你哪儿不舒服？我哪儿都不舒服。不舒服。我看你底气那么足，说话那么亮，哪儿不舒服啊？阿邦，少说两句吧，去干你自己的活吧。你哪儿不舒服？这儿不舒服。嗯，我感到心里发闷了。哼，你中气这么足，不会有病的。这儿不舒服，那好吧，我再给你看看。还有啊，我的眼冒金花了。哦，眼睛是红了点儿，不过你回家洗一洗就会没事了。怎么样？啊？胡说！嗯，哼，你虚火上升，脾气太坏了，回家洗个凉水澡。好好的睡上一觉，就会没事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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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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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龙哥，龙哥，龙哥没事吧？啊，走吧，走吧。哎，好了，好了，好了，阿伯，是他先动手的。你还要说，你要把整条街都拆掉啊？等我，滚开！走吧。啊，七哥，他们，谁让你在这打架的？七哥，不好意思，小孩子不懂事，谢谢了。嗯，我叫手下不跟你打，没说我不跟你打。又在这儿闹了啊！没有啊，我们经过这儿，这些木板正好塌下来。嗯，哎，你们闹事了吗？没有。没有啊，他骗人。好了，阿邦，不要再说了。明明是他们搅事嘛，不可以放他们走的。你住嘴吧！有证据吗？有的话，可以抓我呀。没有吧？那我可回家睡觉了。对不起，我拿他也没办法。好大呀。哎，小倩，你累不累啊？来坐一会儿吧。坐吧。你这个人呐，太好了，人家会欺负你的，知道吗？有哥和你不会的啊，这倒也是。你哥这么紧张你，谁敢欺负你啊？对了，我还想到处去参观一下，你在这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别走开，记住啊。我要回诊所了，再见。好的。
你好。我叫唐山，你贵姓？我叫于小倩，喉咙有点问题，不能说话。我是这里的医生，虽然刚刚下班，你不介意我帮你检查一下吧？来吧，把嘴张开。你的喉咙里面有一个小结，不过看来还可以治好。你过两天来，我给你仔细检查一下。喂，你干嘛？你是不是想非礼啊？你这个色鬼，摸手摸脚的，信不信我叫巡捕来抓你啊？小倩，你不用怕，有我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的。你误会了，我是医生。你乱说，你是什么医生啊？你别乱来啊！我是医生，是帮他检查的，没有什么企图。你谁会相信你？唐医生，雷蒙院长找你去呢。好，快去，我知道了，记住找我。他真的替你检查了？看他那德行，就算是医生也不是什么好医生。小倩，我们走吧。你还没睡啊？拿样东西给你看看，漂亮吧？你别看我这么洋气，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我还是有的。哎，这么晚了，在想什么呢？你想让那个唐医生给你治病啊？西医是有可能治好你的，他们连麻风病都能治得好。不过你大哥相信西医吗？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啊，你不知道你大哥除了相信狐仙之外什么都不相信，尤其是那些西医，他好像特别反感。你不要这样嘛，我知道你好想说话。让我去劝你大哥。好吧，我去试试。我都好想你跟我说话，不要老是看你写字。你回去多吃两天药就会没事了。你真是个好人呐！你在医院上班，回来还给我们看病。阿邦啊，拿些药给强哥。好，你先等等。好的。唐医生，唐医生，你看见我女儿了吗？没有啊。他前天说要到你这儿来学功夫的，可是到现在还没回家。他一直没来过这儿啊，会不会跟其他的小孩去玩了？对呀，是不是到山上去看什么狐仙？到山上，那会不会给狐仙抓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哪有什么狐仙呢？别太迷信了，你先回家等一下，我有消息了会找你去的，好吗？好，那我先走了啊。上次错怪你了，真对不起啊。没事，小事情。你是在哪儿学医的？我吗？我是在英国。怎么了？没有，我好羡慕你啊。你是小倩的看护吧？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也可以到那边去留学呀。那你先教我。哎呀，对了，差点忘了小倩的事儿了。你说说她的病吧。求求你了嘛，你帮小倩治治好吗？可以治好的。真的？没问题。
你放心，很快就没事了。兄弟们说看见小倩跟叶坤到医院去了，好像找那个叫唐山的小子。小倩如果少了一根头发，你知道该怎么做？是，七哥。小倩在哪儿？小倩不在。我才不相信呢，七哥让我来找他妹妹，在哪儿？小倩在动手术，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走开，危险的。你不知道我是谁啊？我要找小倩，快给我滚开吧。不，求求你了，不能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七哥女朋友我就怕你吗？不，快给我滚开。我不让你进去，我不让你进去。你少管闲事，滚开。不让你进去，滚开。给我打，滚！不，滚开！求求你了，滚开！滚开！你以为你是谁吗？我怕你吗？啊！滚！快！滚开！快滚！啊！啊！放开我！放开我！快出去！要是你，放开我！正在手术，不能进去。你少多管闲事，给我滚开，不然我打扁了你！嗷！哎呦！别上！哎！哎！哎！快快上，阿爸，阿爸，你没事吧？阿爸，等我滚开。你马上出去，你是不是想你妹妹有什么生命危险？于大哥，小倩已经在做手术了，给唐大哥一个机会好不好啊？我求你了。好，好，我给你七天时间，要是治不好我们等着瞧。睡醒了，叶姑娘带了书给你看。原来你大清早就起来看书了啊！来，让我看看。啊，哼，不错呀，看来你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啊，你大哥呢？有什么办法不跟你大哥斗？哼，你应该清楚你大哥的为人，他不跟我好好的打一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为什么一直不出手？以前的我有点像你大哥，好胜心强。有一次我看你一个人在街上打架，我就帮了手，结果我受了伤。本来我是赶去医院救人的，就因为我来不及为他做手术，那个病人
最后死了。我会忘记过去的。小倩，你的伤口已经好了，声带已经没问题了，你试试，张开口说话。小倩，别怕，来试试看。七点了，小倩她能说话吗？要想全部都好，哪有这么快？你闭嘴，你可别怪我。动手！哎，打！哎，别打，别打，别打！别留情，别让他们活着出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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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儿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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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小钱，水，那杯水。拿杯水给我，水。听到没有？拿水啊，快呀！好，好，好，快点！小倩好了，小倩好了。小倩，叫一声大哥。大哥。水来了，来了，水来了，水来了，来来来，给水，给你水。小倩叫我大哥了，恭喜你了，大哥！哎，小倩真懂事啊，真高兴！叫我大哥，真没想到，恭喜你了，大哥！进来。哎，干什么呢？扔掉他们。为什么要扔掉纸和笔呢？我都可以说话了，我还要他们干什么？也对啊。嗯，今天我们说到哪儿了呢？啊，对了，元宵节。今天你都讲了一天了，还没讲够。我15年没有说话了，我怎么能够说够呢？见到你开心啊，阿哥就高兴。全靠唐医生了，要不是他，我就不能跟你在这儿聊天了。不对，要我说呀，不是狐仙的保佑，你怎么能好得这么快呢？什么都好，我觉得我应该去感谢一下唐医生。哥，我想去一次医院。不用了，那你刚刚才好，不用到处乱跑的吧？嗯，不行的，我一定要亲自去感谢。七哥，你叫我找的人来了。我知道了，啊，你在这等着大哥。嘿，我回来之后再跟你聊天。嗯，啊。
你是什么意思？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你为什么要医好小倩的病？你有什么企图？因为我是医生。这些钱你要了吧？你应该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我不想听到别人说斧头帮的闲话。哼，我不会要的。那你就给我开个条件吧。哼，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等我想到了我会去找你的。唐医生。嗯，唐医生啊，什么事啊？你治好了小倩，我还没有谢谢你呢。我跟小倩都好感谢你。他大哥已经谢过了。那是不一样的。我只有小倩这一个朋友，我一定要亲自跟你说。嗯，给。嗯。这手帕是我绣的。爸爸，你看那是什么？哦，哎，过去看看什么呀？什么呀？看看啊！哇，是谁？哎呀，钱七帅吧，这是同志来了！快呀，哎呀，快！哎呀，简直太惨了，这是真没想到，孩子怎么就死了？怎么能对孩子下毒手？这是谁干的？太可恨了，简直！这些孩子真可怜啊，这是让人难过呀，我的孩子啊，太惨了，作孽呀，别让我的爹，我的爹，我的爹，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他们简直不是人！哎呀，我们总共发现10个小孩的尸体，所有的身体啊都有很大的伤口啊！哎呀，真的很残忍呐！你们解剖之后有没有什么发现呢？他们肯定给人用锋利的刀把内脏给挖走了，心、肺、肝全部都不见了。把内脏都拿走了？什么人会这样干？巡防那边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呀？嘿，他们查个屁呀，还不是说给那些狐仙的野狗咬死的吗？哼，根本不可能。哎呀，巡捕房一直是这样的，他们呐哪里有钱就往哪里钻，穷人就别麻烦他们了。华叔，这样不行，无论如何一定要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你打算怎么查？来，好的，来，好，站在那儿，来，开，对不起，打搅了。你小子到这儿来干什么？请问于大哥在吗？你是来捣乱的？我只是想见你们大哥。你以为我们斧头帮是什么？你想来就来，想见谁就见谁吗？也不先问问我。动手！走！请大家住手！
我来这儿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好了。住手！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有件事要你帮忙。你终于想到了，有什么条件？你应该听说过小孩被害的事吧？我想请你帮忙查出凶手，刑部房那边已经不准备查下去了。连巡捕房都不查，怎么查？你看见自己的妹妹有病都那么紧张，何况有那么多的无辜小孩被害呢？你专程来找我，是相信我于老七。好，我帮你，那就多谢于兄了。有消息的话，我会通知你的。我等你的消息。七哥，你真的想帮他？他要查，就让他自己查了。有了他们小小的牺牲，我的研究很快就可以完成。医生，你知不知道唐山在追查小孩死尸的事？我知道，他找不出真相是不会罢休的。你怕他？我不是怕他，我只是有点担心。巡捕房是不会理这些事的。唐山只不过是个医生，凭他一个人又能查到什么？没错，但是他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为了不让他发现什么，我想，医生，你现在最好不要再做了。你们收了我的钱，只需要帮我办事，其他的不需要你们多管。还有，只要我从各个领事馆摸摸酒杯底，你们斧头帮在上海就可能没有立足之地。你不想搞成这个样吧？老板，唐先生来了，请他进来。早上好，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找你，我是找小倩的。打扰你们了。昨天应该来复诊，为什么不来？我已经没事了，不用复诊了。嗯，还给叶姑娘。林杰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把我当成亲姐妹一样，不想让她伤心。那么我呢？小倩，有些事不是说你让我让你就可以的。我真的很担心林姐。
你这样做会使三个人同时难过的。给大家点时间，他会明白的。小倩，玲姐，哎，好好好，哎，谢谢啊。你看了你不该看的东西。哼！哎呀！哎呀！哎啊！哎！哎呦！哦！嘿！哦！臭小子！今天早晨在江边，我们发现了阿邦的尸体。我们初步验过尸，他是被人打死的。晚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说呀。阿邦给人杀了，他手里有这个玉佩。玉佩是我大哥求狐仙保佑我平安的，他自己也有一个，和我的一模一样。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傻乎乎的看着大哥，怎么了？大哥，你那块玉呢？哎，这块玉是很难找到的了，除了我和你那块，应该没有第三块。我送你的那块呢？它到哪儿去了？大哥会找回来的。您今天去哪儿了？我去复诊了。那唐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哎，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他什么也没有跟你说过，那你还用不用去复诊？他说我已经好了。是吗？嗯。哥，我哎。没什么，我先睡了。好啊。你是不是很担心？现在唐山的那个助手已经死了，我怕他会像疯狗一样的追查下去。是谁让他像疯狗一样？我当时是没办法的。事到如今再追究没用，没想到姓唐的真的会让巡捕房追查这件事。巡捕房在追查？他们开始调查上海熟识解剖的人，快查到我们医院了，我们只好将主谋交出来了。医生，你放心，你还不够资格当替死鬼。唐医生，对不起。哎，你唐山，你涉嫌谋杀了多个小孩，现在我们要逮捕你。话说呢？别说那么多了，跟我们回巡捕房。为什么会这样？他杀了好多个孩子。小倩，我们走吧。来，快。七哥，七哥，我们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小倩。叶姑娘，于大哥，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很累，想回房休息了。坐下。小倩呢？我不知道。小倩是不是去找唐山了？你知道就不用我多讲了。叶姑娘，你听着，我再问你一句，小倩和唐山究竟在哪儿？好，那你先回答我，那些小孩的死究竟跟你有没有关系？现在外面很乱，你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那你默认了。小倩知道了会很伤心的。哪怕伤害地朝天，也要找到唐山。唐山，
唐山，我真的很挂念你。啊，你的处境很危险。没关系，给别人嫁祸我不管，我来这里也是想再见你一面。好的，不论你要走到哪里，我都跟你在一起。你决定这么做了？嗯。走。你真的看见小千和唐山在一起？啊，是的，我还看见他们向着南面的破屋那边走去了。阿龙，是，走，走吧。你说的没错，我不是说要跟你在一起吗？我没说不回来陪你，但是两个人出去很容易被人发现的。我只不过出去去找雷蒙，看他能不能帮我。我见过他，有没有结论我都会回来的。但是就这么决定了。在那边，走。大哥，对不起。你太不听话小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出来。滚出来！
救我在。女儿婿，我不要，不要，我好怕。王小姐，嘿，快走！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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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那边，快！站住！站住！站住！围住他们！小姐没事的，顶住，小姐。小姐，小姐，我是医生，我真的很没事的，没事的。你不要再跟，不要再跟我大哥斗了。好的，小姐，我答应你。顶住，我很冷。顶住啊，小姐。我很冷，我会不会有事？小姐，没事。我真的很疼。真的没事的，小姐。你相信我，我是医生。小姐，我能够救你，我是医生。没事的，小倩。顶住啊，小倩。真的，真的，很难。小倩，小倩，你听我说，小生命有了意义，我的心永不忘记曾经过美好。
小倩，小倩，我会为你报仇的，小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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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经过多少欢笑流泪故事，我们才学会珍惜。太多的感情不能言语，我只要一次真心真意。就算未来会是相聚分离，就算一切改变放在心里是你的命。What an outstanding operation. I should guess this you earlier. You are my good student. You should know my starting point is not good. Those poor illiterate children are useless for your society, but it's good for my research. Bullshit! You abuse me now, but you should know only real human beings can be for my research. I'll rescue more people in future.And they'll worship as God. I've kept the prof and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now. You 现在才来，这么晚了？他已经把病历全拿走了。你无论如何也要把病历追回来，不然的话，下一个白老鼠就是你。你们这些黄皮猪，个个都是没用的。连狗都不如，全是饭桶，白吃饱的混蛋，还不快点给我去找！饭桶，连狗都不如。这是雷蒙杀死小孩的证据，我正要去巡捕房去告发他。你不要拦我，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把它夺走了，你还想走吗？
Ugh.